感谢 pass 有点晚了，送上飞机。吸了没有好有味，妈老鼠。行，喊我妈老鼠。啊，行行行。德玛西亚，勇士长城。行。国服前三加文 ，OK。国服前三大腿加文登场，这把十五分钟游戏结束，我只要十五分钟。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谁？老鼠金刚，老鼠金刚，这里是老鼠金刚。我说怎么会是老鼠？杀不了，杀不了，搞一波。好，行了 ，OK， 中路出口，不用管他了。这个零件儿打完红不知道去哪了，应该去打那个这些小兵。这样我就可以不用管了，我现在要分析对方打野的位置。比较稳定，哎，慢了，距离不够。距离问题，距离不够。我一个 EQ 没中，你就说我赚了二技，兄弟夸张了啊！别这么过分啊！距离不够，知道吧？如果距离够，他就会被我击飞的。这不是慢了，是距离问题。OK OK 推了一波啊，小心。随心哦，听说对面中路没闪，别闪了，这死就过分了，这死就过分了，好吧。谁敢违抗我的意志 ？OK， 五级的莫德凯撒可以抓一波，被发现了。
给你一个护盾，好吧，缓速，漂亮，差不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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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不行，但我不能给他走了。好 ，OK。伤害太低了，这必须要把他杀了，不然我亏死。杀杀得掉，杀杀得掉。OK， 可以，够了。不亏，不亏，免费回城，相当舒服。有些时候要牺牲自己，知道吧？有些时候是要牺牲自己。谁送我飞机？谁？韩寒金，感谢韩寒金，感谢皮皮熊。他的下路要死，这波他的下路必死，谁都保不住，我说的。这波下路必死，谁来都没用。我觉得我现在不能注重直播效果，各位看官，你们感觉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就不管了啊！我要把我七八成的功力放在游戏上，好吧？所以我现在只能差一点，好伤，火树海，你懂的。两把攻速你懂的，反手转肉你懂的，起飞，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。他下路这个这波老鼠必死，谁来都没用，不说的。还行吧，把他老鼠收了还可以，没这个武术鞋搞不死。为我找出更强的敌人，你搞一个，行行，都无所谓。谁来都没用，我说的。有眼，每个 A 一下。没点欢心，有点伤。我这种天赋只能打前期，后期有点弱。差点钱。战斗之心，誓死
谁来都没用，我说的。谁来都没用，我说的。那舒服，这波中路又飞一波，下路又飞一波。峡谷开了，我有五速海，兄弟，这你就没什么用了呀。来一个大红包，888块大红包，各位同学准备好了没有？有没有人想要？我武术邪的兄弟，你可能明白很多东西。非常有职业操守，直接人头让给队友，反手推他一波塔皮，帮队友推波塔皮。世界级打野，完美，没有任何毛病。老鼠出头，老鼠露头直接秒杀，不跟他多逼逼，没闪现。哎呀，什么？胆子是真的大的吗？这根本不知道我的名字吧？瞎文还就试试。我说完。嗯，完蛋了吧？发现现在塔都推不掉，这疯狂守对面，疯狂守塔，好烦。CD 搞起来，这个老鼠可以搞一搞，这个老鼠没了，这个老鼠没了。刚闪现差了一点点，你知道吧？不是我慢闪慢了，是早一点好就好了。这个叫什么大招？说错了，不然我出招就不会这么出了。虽然不赚，但是气势有。怎么把这个中塔和下塔给拔了？他们上路还行，可以接受。能接受。我本来不想交闪的，你知道吧？但没办法。偷我？你这个哪能偷得动我？我这么肉，你这哪能偷得动我？你不好使。他不敢露头。好肉啊！
随便两个都打不过。我是一只毒，没到。刚才没到。哎，别这么高啊，兄弟！我们要灯塔推不掉，上路不好帮，下大下。我们要选择性帮忙。随便吧，不亏，这把肯定不亏。都有闪光，这把不亏，还是不亏啊，还是不亏。这波我肯定要卖的。如果他们少一点闪，都得死。杀他一个中路也很赚，再推他个塔，这波必须要盖，不可能放他们走。他的中路比较值钱。好，接下来把他上塔。这上路有点难搞，清除大师有点难搞，这肯定不亏啊，超赚啊！这波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这波必须得我卖，我不卖他们就跑了。这个廉价在我们也是没有，去中路，清除大师不好抓。还有大招能隐身，大招能玩一手消失，啊有肉，关键是肉，太肉了，这个龙要搞一下。为了父王，这个龙怎么样？如果不来的话，我跟鳄鱼偷一手，他们在打上路，我跟鳄鱼偷一手老鼠。还行，不亏啊，不亏，赶快走。上路金属大师死了一波，我杀个老鼠。哎呦，完了！来个队，可以上推个唱塔，丢个龙，不亏，只能说不亏，这不亏的呀，他们人都在下路。我收一个，最起码收一个，把他下路视野全排了。好，视死如归，
这波要搞事喽！这波我们逮到人就得杀喽！兄弟姐妹们，和我并肩作战！逮到。搞起来！哎，哎呦，被秒了！哎我靠，拉那个了，完了，这就完了，这就亏大喽。这个 Vayne 死了，他还拉空了。这个多捞啊！我正好 EQ 闪，他金身。有点没办法，文刚才被什么东西搞了一下，这把亏了呀，但文死了。大师，好事。好，撤，搞个大招。还行，等一手诺手，全诺手来。